观众们对演员的抬爱，演员要对观众的尊敬。对不住，长这模样实在是对不住你们。我愿意长好看了，是啊，这和刚才说的，你得化化妆吧，擦点粉吧。是啊，我自己没有这个信心，我想怎么画也画不了，画不好。你呀，怎么能好看了？挖补，配换零件也是不行，翻人桌那翻也不行了，也这样了。人长这模样就不行，啊！我总认为啊，人要胖就好看，太瘦了，而且这个人这个相貌啊，也得天生长得也得会拾掇。那我说长得又不行，又不会捯饬，哎，你像又不会拾掇，尤其年老人也应当会这个美容，得懂得这个，自己会化妆，不是演员啊，不是演员也这样啊。全算上，是啊，哎，每个人也这样，穿衣服要讲究点儿，白头发染去，特别是女同志老太太们啊，岁数大了染染发没人笑话，那么大岁数了还穿那么时装的，对，应当那样啊，应当啊，拾掇拾掇漂漂亮亮穿点漂亮衣服，这是什么呢？精神健康，身体要健康，精神健康，心理健康，这三样要合而为一，这人能长寿不得病。哎，应当捯饬捯饬，脸上有雀斑、粉刺、长疤子、长胡子，治去，花点钱啊，这玩意儿治了你心里痛快，吃东西也香了，活得高兴了，就得这样，就怕老气横秋的，哎呀，老了，人得这样，不怕老。不服老，不相信老，自己不能拿自己当老人，非得这样才好。当然说拾掇，有这个技术啊，美容院，哦，美容院这个脸上有疤了，有胡子，啊，可以治了去。豁嘴缝上，瘪鼻子，治啊，改骨鼻梁，哦，好看了，那是技术，骨鼻梁垫骨头，它垫起块骨头来，哦，那个是技术。连鼻子尖儿，鼻子尖儿这儿没骨头，这儿肉的，都得鼓起来。当尖儿鼻子尖儿没鼓起来，立交桥，那就不行了，那难看了人。人工酒窝，一女的还一乐俩酒窝，多好看呢！拉呀，能拉俩酒窝啊？我见过，我在北京看见美容院、美容医院，一乐俩酒窝根本没有。在里边拉，知道吗？哦，拉酒窝不是在外边，他在，在里边拉，那是个技术，拉不好不行，拉不好别来鼓包，还拉那双眼皮儿，这个单眼皮不好看，女的嘛，女人，双眼皮大眼睛，哎，好看，得分什么眼睛，分什么脸型，长脸儿，长和脸儿，大眼长眼睛薄，眼睛挺长，单眼皮子。不好看了，拉双眼皮这行，就怕圆脸小圆蛋脸那样，脸肉挺多，圆眼睛滴溜圆，那样的眼拉双眼皮也不行。我表姐还活着呢，是啊，我表姐也今年70多了，40来岁时候要拉双，我单眼皮，我您这不行，要小圆眼儿，小圆眼儿，拉也不好看，我拉，我又乐意。我有钱，我乐意拉，我有钱，我有钱就拉吧，拉去了，赶寸了。这大夫是实习大夫，你想，技术差点儿，拉吧，躺那儿拉，拉双眼皮就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，是那样躺那儿。这技师是站身后的，这样拉，拉完了起来坏，拉坏了，怎么双眼皮？拉到下边了，哎，下边双眼皮起来一照镜就翻了，不行，你得赔我，你赔，那怎么赔？你说完了，我们就是不要钱行不行？不要钱不行，你还得给我拉，你给我拉双眼皮，拉完了又拉，上边也双眼皮，
上下都有，全是双眼皮。嘿，起来照镜子一看，哟，像肚脐眼儿。这个钱花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说了，人这真长得好看，五官相貌长得好啊，长得好看就有福气，有造化。当然，怎么叫有福气？谁算标准？长什么模样算对？长什么样算好看？你说说啊！别管那个相面、算卦、批八字的，反正我不信。说这人富贵相，外国人有。我真奇怪，我纳闷儿，我忘了听谁说的了，说日本国有，也不还有哪国有，有相面、算命、批八字，他有啊。反正我是不信这个，是啊，我不相信啊。这人应当怎么样？谁有的书啊？那死套子谁编的？那都是那有学问人，他们没事儿无聊，四句诗、八句词、上下连句、一折一韵，找上了。就按那灵吗？麻衣巷、袁柳庄、水镜鸡、相府全篇、相府大全，是大清相法、揣骨相、摸骨相，这书我看过，因为我爱看书啊。我瞧这道理，这词儿我都背下来了。哦，我瞧就这套。这说你就会相面了。我相过，给人相好几回了，给人家。是啊，满不对，不灵。哎，根本这玩意儿就不行，给谁相面，全部说不对。你瞧，本来就不灵。他那时他那死套子词儿吧，跟他绝对就不一样。我就按那来的嘛，我按那小，我可不就按那背吗？那能灵吗？他怎么回事？我给批的对吗？我要一样，我要给你就行，啊，我要给你算算，给你批批八字，给你相个面，看看你流年大运，我就行。你瞧，给别人算不灵，不灵，给我一相就灵，准灵。那咱们来，我听听。你信我吗？啊，不，现在问，先问准了。你信我不信？当然让你给相面去，得信了。那好了，好了，就怕你不信我。啊，信信。哎，你不相信我，那就完了，那就不行了。信信信。信我。信。我给你来，嗯，给你相面，嗯，看着，记住，我让你心服口服。那当然。哎，对了，就心服口服。你瞧，嗯。你别捧生意啊！不捧，我给你相面，我要如果说的不对，你不好意思的，你就勉强了。好好，行行，你还行，有两下子，那就不对了。绝不捧你！哎，哪句说的不对，你就嚷不对，不对就说不对。哎，好，好嘞，来吧。到，说实话啊，嗯，哎，别捧生意啊，嗯，头一句啊，哎，哎呀，听听吧，听听吧，头一句啊，哎，你呀，你。你就是一个父亲，一个父亲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对，对。别犹豫啊！别犹豫。不，这不犹豫，这个。对，说话。不，对。捧了，捧生意了。这我干嘛捧你呀？别捧我是吧？啊，不捧啊，不捧。对，对，对。是对啊，哎，是第二句啊，哎，你父亲跟你母亲在结婚之后有的你怎么样？对，想想吧。那我想什么劲儿呢？啊，对啊，哎，再来一句啊，哎，你呀，啊，弟兄几位？哥俩，姐姐妹妹不算啊。啊，姐姐妹妹不算。哦，对对，啊，哥俩，哎，弟兄哥俩，你呀，啊，你不是有哥哥，你就有个兄弟，反正有哥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嗯，就是你有哥哥，嗯，你哥比你大点大，大不多少。哎，我怎么大那个岁数也超不过你父亲去。超过我父亲那是我大爷，那是我哥哥嘛，像话吗？那跟这个开玩笑。您这是相面啊？不，哪有开玩笑。我好，相面，好好相面嘛。来，站好。本来我就不信，您就拿我开说。我让你信了啊！我让你信。哎，那成。站好。哎，站正。
啊，好。哟嚯，你看我呀？你来看您，您说话。这儿给你相面，您脸出那边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行行，我给你看嘛。嗯，哟，行。啊，怎么？五官相貌不错。哪点好？五官啊。五官？嗯。什么叫五官？就是五官呢，它是这个名词，五官嘛。啊，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。哦，眉为保寿官，眼为监察官，耳为采听官，嘴为出纳官，鼻子为审辩官。哦，这叫五官。哦哦，我看看啊。行，行，怎么好？好是说不出来，反正是不挨着。多新鲜呢！嘿嘿，都长一块呢，是包子。哎哎，你不错，都不错，耳朵也不错，眉毛不好。眉毛不好，眉毛眉梢发散。哦，发散。哎，哦，相书不好。相书是写着眉梢发散，兄弟不利。兄弟不利，哥们儿谁不能依靠谁。对，我们分家领户。哎，看见吧，领嘛，领眉梢发散，兄弟不利，谁不能依靠谁。你不存财，鼻子不好。是啊。哎，准头不正。问贵在眼，问富在准。哦，鼻子不好，鼻子对面漏孔。啊，鼻子对面漏孔，这就不好。你知道吗？哎，喂，你怎么闹的事儿呢？开完鼻子眼就往嘴里抹了吗？就会让你尝尝咸不咸。有点咸淡味儿。你怎么不尝尝啊？看看流年大运。哎，你今年多大分量？多大岁数？你多大岁数？72。七十二。哎，七十二属马的。啊，我你是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不对。哎，属兔。不对。属狗行吗？这有商量的吗？那边全是鸡。哦，不对啊，不对。这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知我怎么回事啊。这十六属于没年啊。16属于啊。不，22属于没年啊。20好嘛，加一番呢。多少属于啊？12属于没年啊。怎么没有我呀？你属啊？我属龙的。属龙的啊。属龙，属龙，属龙也行啊。也行干嘛这个。属龙癸卯，癸卯年啊。哪来的癸卯？没有癸卯。癸卯不对。甲位。甲位。甲位吗？你甲位我真吃。有位？没有。有鬼？有鬼的吧。带鬼。嗯，什么呀？你属嘛的？到底是？我属龙的。陈龙。龙鬼，鬼龙是吧？哪来龙鬼？龙鬼没听说过。反正有鬼。陈龙。陈龙。对，你八岁。啊，我八岁。哎，我八岁这么大个了。不是，八岁交运。哦，八岁十八二十八，下至山根，上至发。哦，这叫天庭，这叫地格。哦，为什么是五官吗？哦，五官管大运，部位管流年。是啊，天庭饱满，地格方圆。哪叫天庭？就这儿。哦，13个部位，天中天庭，司空中正，印堂，俩眉目当间为印堂，最矮为山根，年上寿上准头，人中水星成角，地格。这儿叫地格。哦，就是部位管流年。一岁至14岁走两耳，15走法纪，16走天庭，17、18日月角。这叫日角，这叫月角，这叫左边成右边成。22岁走司空，25走中正，28走印堂，31凌云，32紫气，33繁霞，34彩霞，两道眉毛，35、36、37、38、3946年眼运，41岁走山根，46、47年上寿上，到48、49兰台情运。又来了是怎么的？这叫兰台，这叫情运。哎，你呀，30岁，30岁那年你最好，大运亨通，那年你最好。三十，对对，那年三十不错，大发财源。我结婚，那结合的好运呢？就是娶媳妇儿，娶媳妇儿就好啊。哎，好啊。我媳妇，你媳妇多大？到底是你媳妇是我媳妇啊？您这个，说真了啊。你的，哎，你的，说我媳妇。你媳妇多大？今年多大？
比我小四岁。多大？多大？六十几？六十八。六十八。嗯，六十八比我小，比我小五岁，比我小。你小爱你什么了？我比他小五。你这么老啊？你掺和你呢？可你比他小，你比他小几岁？我比他大四岁。哦，他比你呢？他比我小四岁。他比你小四岁。哎，比我合算就是没有你啊，没有你。不提我了，是吧？你掺和我，你媳妇比你小，我想不好啊，不好不好，怎么不好？领导娶大媳妇。哦，你媳妇岁数比你小。是啊。坏了，怎么？命运相克，是啊，夫妻命运相克。哎呦，不好。怎么个不好？太不好，命运相克呀。是啊，克着你。你呀，你听我的，你要依我，依我说啊。啊啊，你这媳妇啊，啊，看你呀，趁早你别要，别要。哎，别要怎么办？归你。是不是？你打岔，你老惦着归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老惦记归你，但你老往你那划了嘛。我说你们命运相克。相克是相克，你们甭管。一大娶媳妇以后，这几年命运不好。嗯，奔忙劳碌，奔忙劳碌。对，万丈高楼我楼下走。嗯，一步不如一步。嗯，你这命。对，一年不如一年，不错。一月不如一月，哎，一天不如一天，啊，一时不如一时，一会儿不如一会儿，一阵不如一阵。好，我完了。不行，命啊，高一步矮一步，失一步迷一步。蜘蛛罗网在眼前，又被狂风吹半边，半边破了半边整，半边整了又团圆。对，挣多少钱也存不下，来财如长江流水，去财似风卷残云。不错，虚名假利，瞎闹白冤。嗯，往前走，走三步。退，退两步，好不了。好吗？走道歪，歪这里了，这叫败道。蛇行，蛇行属财，余量不过三天。咳嗽一声，完了，没底气了，活不了。哎，声音吗？哎，富贵音韵出丹田，气势喉宽响右肩，贫贱不离唇舌上，一世奔走不堪言。你呀，都说你赚钱了，花木兰敢养鱼池，自己为难自己知。有人说你心欢喜，委屈为难在心里，鱼粪球外面光。对，奔忙劳碌一辈子，什么也没剩下。可不，现在是房子不成一间，不是地没有一亩，没有，另两间房。哎，打这儿往东走啊，四五里地。对对对，对吗？对，常州道。常州道。哦，常州里。哎，12号门，啊啊，三楼，那两间，对，里有小屋。